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如今汽车已经走进了农村家庭，农民歌手代表大衣哥朱之文依靠着不菲的收入也买了一辆私家车，这辆国产北汽落地价60000元左右。大衣哥用私家车拉木头，村民指指点点，网友说接地气，车不是贡品。大衣哥拿着剪尺在挑选木材，旁边的白色车顶还装着很多的木头，村民看到后指指点点地说着，车是买回来坐的，哪有去拉木头的。汽车最原始的就是代步工具而已，如今汽车呢，在每个人眼中都有不同的价值，有的是为了代步接送孩子买菜等等，也有些人买豪车只是为了凸显身份。不少网友看完后表示，大衣哥接地气，车子买回来就是为了方便自己，车又不是贡品，用不着当宝贝一样看着。外国人眼中丰田保姆车是面包车，在国人的眼里那就是百万豪车，不管什么车不用它就变得不值钱，车为人服务，以人为本了。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别忘了点一下关注哦。